好久没有回来唱歌了，隔了这么多年，我选择的第一站又是回来新加坡。我们来唱一些之前呢最后一站嘛，也是在新加坡，然后呢心想说到底什么时候还可以再开演唱会，你们是不是也期待很久呢？但是你没有想过我回来的第一站又是新加坡呢。这次呢准备了一些歌曲，有些新歌，有些老歌，当然我都知道大家蛮喜欢听老歌的，还是新专辑没有，你们有听吗？不过呢新歌我们摆在后面，我先来唱一些大家比较熟悉的《风》。